我们过去是释小龙之首，现在是释小龙之尾，而且甚至有的人甚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啊，甚至有人说我们根本已经不是释小龙了，我们台湾经不起不融入区域经济者，我这是不可承受之重。全球区域经济整合已成趋势，台湾近年来积极投入寻求洽签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成绩却不理想。台湾厂商以工具机产业为例，眼看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借由 FTA 取得降关税甚至免关税的优惠，自己却无法取得公平竞争的立足点，无不大叹价格战越打越辛苦。我们的品质绝对会输给韩国，那甚至我们很强调要服务的问题，但是面临到价格的时候，前面都会被挑战。韩国货目前进到欧盟或者美国，他们都可以免关税。那经过他们的比较之后，台湾相对比较贵，所以现在对我们厂商来讲是不公平的竞争。所以我们必须要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所以说签 FTA 是很重要。还有所有政府，目前我国有7个 FTA， 其中5个和中美洲邦交国签署，仅占对外贸易总额0.13%，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经济部持续推动融入区域经济整合，去年和2个非邦交国纽西兰以及新加坡分别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和经济伙伴协定。台湾投入洽签 FTA 的资源和程度不亚于其他国家。ECFA 这部分我们还是要继续完成，虽然说服贸暂时目前还在立法院，但是我们这一部分我们还是必须要，因为中国大陆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现在已经跟印度、跟印尼、跟菲律宾，我们已经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而且已经做完了。经济部还预计年底前完成欧盟所有会员国的敲门之旅，争取支持。其实台湾作为众多制造业产业链的重要供应者，绝对有资格成为许多国家自由贸易往来的理想伙伴。不过台湾和中国大陆有着特殊的两岸关系，使得推动区域经济整合始终无法排除政治因素。我们去其实其他国家进行所谓敲门之旅，他们问的问题大概都分3个类型，一个就是你准备好了的类型的问题，就是你准备自由化了吗？我过去关键议题你要不要解决等等。第二个问题，人家都会问说，华府的意见是美国支持你吗？那第三个问题，通常都可以理解，就是他问说，那北京会不会反对？我跟你这个北京会有什么意见吗？他会不会，我会不会再自找麻烦？今年3月，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引发学运抗争，卡关立院至今，引发国际联想两岸关系是否生变，也更加凸显台湾追求贸易自由化，必须先处理内部整合的问题。Politics in Taiwan tend to be very, you know, tense, confrontational. Number one, number two, maybe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communic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in terms of, you know, what needs to be done and what.You know what are going to be the long-term positive implication of this type of agreement. 台湾在1970年代创下亮眼的经济成长，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被其他国家远远拉开了距离。除了目前经济成长持续低迷，台湾在全世界的出口排名近年也一路下滑。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最新统计，台湾的名次已经退步到第20名。反观南韩和新加坡的排名持平，香港的名次也上升。而在众多经济数据中，最让台湾民众感受深刻的，莫过于薪资水平倒退，薪资成长的幅度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去年每人每月实质平均薪资为新台币44,739元，物价上涨率高于薪资成长，钱越赚越薄，不如15年前的水准。分配不正义的问题在台湾确实存在，因为过去15年来，台湾的实质 GDP 就是经济是一直在成长的，意味着说我们的简单说就是水库其实是水位一直在上升的，可是大家感觉不到，
又雨露均沾。经济成长无法雨露均沾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台湾从轻工业、重工业到发展科技产业，一路走来所造就的中小企业，正面临产业转型的关卡。台湾的中小企业是说，哎，这个赚钱，我现在做这个，这不行，我收起来，我再做别的。所以你这样一直在换，你永远没办法技术生根。过去是笔电，现在是平板，现在台湾的电子业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说还在等待这种杀手级的产品，能够就是吸引大家的风潮。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的制造业已经具有全球竞争力了。现在其实是服务业要跳起来升级的时候，要赶上制造业。Every time you want to change, it creates some, you know, friction and social friction. And I can understand that, you know, Taiwanese are concerned about losing job in a manufacturing area. That's clear.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to move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as we said, is critical.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in, you know, 5-10 years if we could see some major Taiwanese bank trying to play a bigger role on the global scene.根据最新出炉的洛桑管理学院2014世界竞争力年报，新加坡排名第三，较2013年前进两名，香港排名第四，比去年成长一名，而台湾排名第十三，较前一年倒退两名。至于经济数字样样领先的南韩，排名第26，下滑了四个名次。分析南韩竞争力排名落后的原因在于物价太高，连番狂涨的生活费和办公室租金让企业营运成本居高不下，相较之下，低廉的消费成了台湾竞争力的优势。 Taiwan has to find his own way, and his own way is going to be through, again,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not trying to be another Hong Kong or not trying to be another Singapore, because it won't work.昔日的亚洲四小龙早已各自单飞，新加坡和香港发展金融中心的角色定位清楚，30多年来一步一脚印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南韩则历经两次金融崩盘的彻底溃败，痛定思痛，借由改革谷底翻身，急起直追。而台湾也到了必须好好思考下一步的关键时刻，如何在兼顾公平分配的前提下，放眼全球拼经济，让民众的小确幸成为有感的大幸福。中央社综合报道。